以前喺大陸嘅球場會好啲，就會多啲球場，因為唔會有時間限制。咁就一個人練定點練咧？一個人練，咁咪要執波咯？係咪好似少林足球咁整埲牆咁嚟踢下埲牆咧？佢唔係我哋，我細個練波就係嘅，對住真係咁對住埲牆咁樣踢，因為你散翻翻嚟先可以攞個波，如果唔係下下踢咗又走去執好。嗰時我哋好多波球隊，因為練波咧就。咁自己咪遲啲走咯，咩兩隊波走咯，因為球隊。但你執波你好慘喎，你好多射唔入噶嘛。佢嗰度係一個網嚟嘅，咁射嗰個基本上都係喺嗰個位，咁可能係會攞翻二十零個波啊，廿零個波咁樣，有兩隊波你咪自己。好鬼死辛苦喎，咁樣執波。以前細嗰時，即係都係信念嘅問題，我覺得，即係你自己有咁嘅諗法，你就。覺得我要去想去做呢樣嘢嗰時，你就唔會覺得辛苦噶啦。就係你唔想去做嗰時，人哋要求你做或者係逼住你要去做嗰時，你就會覺得好辛苦。就算係攞支礦泉水俾人都會覺得係辛苦。